我前不给你踩一脚，就下车吧，找离家近。哎，我不想回去。我只要一回去，看见王美凤那张脸，我就来气。她怎么那么讨厌呀？她就怀个孕嘛，至于那样？小号房就直说，一天到晚搞是非，弄得家里乌烟瘴气的。你就别回去了。 请允许我带着我的女王陛下，在这繁华的夜色穿梭巡视。那只能巡视一个起步价啊，多了可就奢侈了。真够抠的，这叫节约，对不对？行了，听我的。咱俩啊，一不买房，二不生孩子，将来攒够一笔钱，直接周游世界，听着就兴奋吧？对，兴奋。 到时候咱们就像电视剧里面的北京青年一样，充作一个青春，多来劲呢！那我得先给你离婚吧？吓死你了！我告诉你，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，别做梦了。这个月啊，我告诉你，钱省着点花，上个月就少交了800块钱。这破烂不能再买了，一天到晚淘弄破烂，真能在你这破烂堆里找到宝贝，我跟你说，我就去买彩票去了，我。哎。 你可千万别侮辱我们古董事业，这个啊，找人估个价，价值连城。价值连城？就这破玻璃、玻璃圈，能价值连城？嗯，20吧。这东西二手啊？啊，真的假的呀？这要是再搁2年，值多少钱？21吧。再往这忽悠我，你就骗我了哈！戴好了吧，你别掉了。 回头放到家里面啊，别弄碎了，把手再磕破了，到时候饭碗都砸了。你快赔吧，行吗？我指着这发家致富呢，将来拿着这笔钱换一辆大房车。不够的话，二手也行，只要这个不漏风、不漏雨、不漏机油就行。把那小屋还给二吧，让他们出去享受晚年。咱俩开着房车周游世界。 天天发微博发朋友圈，让他们知道知道夏威夷的阳光有多好，巴黎的咖啡有多好喝，爱情海到底有多蓝，嫉妒死他！天天让他们给咱俩打电话，国际长途，坑死他们！没错，想够坏的，晦气多端。安迪·安德鲁斯曾说过。 人生一定要有两个冲动，一次是说走就走的旅行，一次是奋不顾身的爱情。朋友们，当你爱上了一个人，就奋不顾身的去爱吧。当你想娶一个人，以后啊，咱们俩也要一起努力，车开得更快一些，挣得更多一些。现在省一点，以后过得就更好一点。记住了吗？感谢大家收听今天。还买破烂吗？一路有你，一路有爱。不买。下周同一时间。 哎呀，周游世界，预定再见哦。哎呀，周游世界，什么时候才能去周游世界呀？品类多了，听些简介，配送快捷了，登录省事儿了，网购省心了。嗨，世界你好，世界等我们呢，我们要去周游世界啦！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。
谢。还是一片的光亮。起开！做噩梦了是吧？哎呦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不怕不怕不怕啊！好了好了，来来来，睡觉睡觉睡觉，我们接着睡啊！不害怕不害怕啊！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，你这个名字听起来倒是比你的眼神要温柔多了。你有时间吗？时间这种东西我最多，不过要看什么事情。如果是想跟我重温旧梦，我看就不必了。我怕你设下圈套，想要取证告我性侵犯。麦克文，我有事问你。需要点什么？一杯气泡水。您要水？好的。麦克文先生，那我就开门见山，有话直说了。请便，我就欣赏说话直接的女人。您的气泡水，水，谢谢。那天晚上我确实喝醉了酒，断片了，反正什么也不记得了，所以现在只剩下你清楚地知道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。我也只能冒昧地来找你来做一个了断。了断？你想要怎么了断？第一，那天晚上有没有发生不应该发生的事？第二，你有没有趁我喝醉酒的时候留下任何照片或是录像？第三，我鞋子落在你的房间了，麻烦请你还给我。
我明白你的意思了。可是，为什么要配合你？我没有这个义务啊。首先，作为当事人，我有知情权。其次，为了做这个了断，我愿意付出代价，但价钱不会很高。我是一个已婚女人，要钱不多，要色一碗，要命一条。第一，我不缺钱；第二，我也不缺女人；第三，我要你的命也没用。既然你什么都给不了我，为什么要配合呀？那算我看错人了。再见。等一下，如果没记错的话，是你要找我聊天的，所以是不是应该你来买单？服务员，结账。小姐，您要结的单已经记在麦先生的账上了。你觉得这样很有意思吗？哎呀，好了，开玩笑，别那么认真嘛。来，坐坐坐坐坐。要知道，我只跟自己感兴趣的人开玩笑。我何德何能，能让你麦公子感兴趣啊？其实呢，我一直对你律师很感兴趣，特别是像您这样活得很认真的女律师。我知道那天晚上的事情给您造成了很大的困扰，我理解，我也想帮你。可问题是那天晚上我也喝多了，我也烂醉如泥，什么都不记得。所以这怎么能够想得起来呢？哎，我听说好像律师在办案的时候会回到那个犯罪现场实地勘查。也许那样的话，我可能能够回忆起什么事情。不过这样好像不太好了。好。喂，又不是我要来的。他一天想一出是一出，我要不同意他就没完没了，我有什么办法？那你说我要做什么呀？你给他点压力啊，让他知难而退。反正你是我经纪人，我要出了事你也好不了。明白。老公，活人呀，装什么模特呀？真有病，吓死我了。哎，宝贝儿，你在干嘛呢？喝咖啡呢，怎么了？我们要开工了，有活了。得嘞，轻车熟路。拜拜。回来了。这一早上起来呀，水米未进，快把我饿死了。荷包蛋。这碗是给你嫂子的，你吃这碗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他有荷包蛋我没有啊？哎，妈，你是不是觉得王美凤这人太不地道了？你给他一碗面，里面下了蒙汗药，你怕误伤了我呀？你胡说什么呢？你嫂子怀孩子了，你又没怀孩子。哎，我要吃荷包蛋，我要吃荷包蛋。哎呀，好好好，妈给你再煎一个啊。煎俩。好。双儿，你听妈跟你说啊，你嫂子怀孕着了，你别老跟人较劲儿，让着她点儿啊。哎呦，谁跟她较劲了？美凤啊，美凤，起来吃饭吧，面都坨了。哎呦喂，哎呦妈，我跟你说我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怎么不能回来呀？我就不能回来吃饭？能啊。哎呀，包蛋。美凤啊，你刚才跟妈说什么来着？说那个遗产税是啊，妞儿，收礼品那个刘姐说这国家呀要征遗产税，征什么遗产税啊？我们平民老百姓就甭提这个，百年之后别说遗产了，那顶多算是个纪念品。哎，那遗产税啊，跟你没什么关系，可跟咱爸咱妈那有关系。妈，我说了，你可千万。别觉得不吉利啊，这人吧，终有一死，有的呢他有遗产，
有的他没遗产，像您跟我爸，那就是属于那个有遗产的体面人。为什么呢？你有这套房子呀，您看现在这房价滋溜滋溜的往上涨，再过两年这房子怎么着也得值几百万吧？那时候国家征你几十万税走，您说您乐意吗？几十万？那可不是。那我不乐意。所以呀，他上有政策，咱下有对策。我给你想了一辙，南辕北辙的辙呀。你别打岔，您在这个政策没有实施的时候，您就把这房子过户在陈清名下呀。陈清是您亲儿子，你有什么不放心的？咱大家伙还都可以一起住啊。等我们老了，再把这房子过户给您大孙子名下，这叫代代相传，永远是你们老陈家的宅子，多好啊，是吧？过户啊，王美凤，你别再耍你那花花肠子了，行吗？不就是想要这套房吗？我告诉你，没戏。这房是咱爸咱妈辛辛苦苦换来的，谁都别想拿走。还房产税呢？一文盲，懂什么房产税呀？真逗啊！谁文盲啊？我正儿八经中专毕业，不像某些人，打初中就不学好。你就在幼儿园里混的才凑合吧。中专毕业，高级知识分子，嫁到我们老陈家都屈了你了。陈爽，你别得寸进尺！给我捡起来！我妈都不舍得吃的鸡蛋，你扔地上是吗？那今天要给你捡起来，我就是你孙子！你就是我孙子，你给我捡！你让走，捡起来！
了，你快坐吧。没事，那个我到了，我下了。哎，你坐吗？我不坐，你坐吧。叫沈晶莹，我跟着你呢，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儿。是好事儿，我干嘛不回家自己偷着乐去？我要报警！哎，我一没打你，二没骂你，三没逼着你请我吃饭，你报警说什么呀？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啊？车上的彩燕儿，你不都收了吗？还不明白？我说了，很简单，就是一破财消灾的事儿，你出封口费，我守口如瓶。乔战，你别说的这么难听。你说这结婚怀孕这事儿吧，搁别的女人身上，那尾巴还不翘上天了，这到你身上倒成灾了。世界真奇妙呀。
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别装了，莎莎姐。要的不多，十万，打这个账户上。你当我小孩啊？那么容易被骗？你可千万别撕，撕了你会后悔的。我只写这一次。这才怪呢！别让我等太久了。你可以考虑，但时间不要太长。账号，你帮我给他汇十万块钱。哦，好的，没问题。我想问一下，你这十万块钱是干什么用的？这钱是我的，我想怎么用就怎么用，你管得着吗？这，莎莎。来，咖啡。我老公呢？你好，先生，你的咖啡，请慢用。来，先喝一口吧。段誉呢？你别生气，先喝一口吧。我问你，段誉呢？嘘，莎莎，你联系不上阿玉是很正常的，他现在正在十万大山深处，你知道吗？听说那里的蚊子比苍蝇还大，应该是这么大。蚊子再大，能吃了他的手机吗？阿玉在的外景是原始森林，有手机没信号。真的没信号吗？真的没有，手机只能用来拍蚊子。哎呀，行了，你怎么一天到晚蚊子苍蝇的？有用吗？那你想说点什么？我跟阿玉最近的事情你都知道吧？啊，你说的是哪件事啊？恭喜嫂子喜得贵子。有一个小太妹不知道怎么知道的消息，我刚给了她封口费。莎莎，其实呢你也太不小心了。作为阿玉的经纪人，我一直不赞同你们现在要孩子。段誉现在事业正在上升期，随时可能进军好莱坞，而且他走的是偶像路线，无论是结婚还是怀孕，这要是被曝了光，那就是毁灭性的打击。我知道，我已经很注意了。其实我不担心那个小太妹，她手里呢也不可能有真凭实据，我担心的是你的态度。我的态度？我态度怎么了？富贵险中求，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你既然选择了和阿玉在一起，也选择了隐婚隐育这座独木桥，那就得对自己狠一些，再狠一些，要狠到残忍残酷的程度，这叫置于死地而后生。那我应该怎么做呀？从现在起你不能再和阿玉联系，更不要见面，所有和阿玉有关系的东西必须抛开。你最好让自己相信这个世界根本不存在段誉这个人，然后你要搬出你熟悉的环境，远离任何你熟悉的人，不接任何戏，不参加任何公众活动，不请阿姨保姆，不请司机助理，自己照顾自己，直到这个孩子咕咕坠地。为什么呀？阿玉万无一失，因为阿玉就是你和这个孩子的未来。莎莎，你能做到吗？非得这样吗？ Yes。 喝吧。爸，
这美凤怀上了，爽也怀上了，这要是都生了，咱们家可就热闹了啊！这孙子外孙子满地跑，你说这多好，你说热闹。是吧？我妈说您有点感冒，我把那感冒灵给您买了，您赶紧吃。哟，回来了。啊，爸妈，这什么事儿啊？把大家都叫回来。爽儿怀孕了。爽儿也怀孕了，恭喜恭喜恭喜！咱家可是双喜临门呐！哎，这喜中也有忧啊。呀，咱们家本来六口人，这又来了俩小家伙，这房子还有点挤了啊。没事儿，妈，到时候我跟单位领导说一下，申请廉租房，不行我搬那儿住去。想好了再催啊。不是申请廉租，你挣几个钱呢？不是那廉租房，廉租房不要钱呢，没多少钱。一，不是我就是二，爽儿，嫂子觉得吧，你们真得再好好考虑考虑。你说就你跟祥子现在这条件，要房没房，要钱没钱，那孩子生下来拿什么养啊？这明显是。条件不成熟，你觉得呢？怎么你能生孩子，我就不能生孩子？你能养，我就养不起啊。嫂子，这事儿吧，你不用操心。爸妈，你们也别多想，到时候踏踏实实的回来住，甭管我们谁生孩子，都不能占了你们养老的地方，对吧，哥？对。我哥跟我嫂子那是有本事的人，人家能生孩子，人家能养得起孩子。我跟祥子，你们就更不用管了。等我这孩子生下来之后，我就把他拽在后备箱里面，我们就旅行去了，多带劲，是吧，哥？要儿子在后备箱里啊？你儿子呀？我儿子。来来来，祥子坐。坐下，我跟你说个事儿，你要当爹了。我当谁爹呀？爽怀孕了。就是你当爹了，恭喜啊！你们跟我开什么国际玩笑啊？都别动啊，我肯定是在做梦。我什么都没听见，我什么都没听见。乐傻了，你说。是，瞧见没？我们家祥子都乐傻了。我进屋看看他去啊！你们都坐在这儿，别动，别动啊！行，我躺那玩崩了啊！我睡着了，什么都听不见。你听不见，你是不是爷们儿啊？都怪你，你醒醒醒！你听不见啊？都怪我呢，你有50%责任。那你有55%。不是，怎么就弄出个孩子来呢？哎呦喂，倒霉加意外呗。倒霉加意外，你就悄悄的去医院跟孩子说拜拜，干嘛还要上升到家庭会议啊？真要把孩子生出来？当然不能生了。我还要跟你周游世界去呢，生个孩子多麻烦，多累赘啊！是，那你今天这唱的是哪一出啊？这是《明星栈道》，暗度陈仓。说重点。哎，我跟你商量一下啊，这孩子呢，揣在我肚子里也不碍事儿啊。咱俩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齐心协力，智斗王七味儿。你要跟你嫂子 PK？哎，你说凭什么她怀了孕了就得把咱俩赶出去呢？我现在也有杀手锏啊！我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绝对不能让她独占这个房子。不是，你真怀孕了？骗你！我跟你开这玩笑干嘛呀？我骗你干嘛呀？有意思吗？你听我说，你拿这孩子去弄这房子，你牺牲也太大了吧？你现在绝对是引火上身。你在玩火自焚，将来肚子一天天大起来，我看你怎么收场。没事，放心吧，爷自有办法。
就你现在还爽爷呢，你现在就是王熙凤。别到时候机关算尽，反误了青青性命。行啊，《西游记》没少看呀。傻帽，这是《水浒》。份子钱。你知道我前两天去了古玩市场，看见那电风扇，根据我的判断，那绝对是清代的物件，而且是宫里的。我看了一张慈禧太后的照片，那电风扇就在后面摆着呢。现在没有人识货，要是被咱们买了，那将来飞黄腾达。说重点。有点贵，估计一个月份的钱拿不下来。这不是重点。重点是我已经买了。哎呀！哎呦！哎呦！完了，流鼻血了。哎，别给你擦了。哎呦！别动啊！天天浪费，乱花钱。多少钱？你敢说出来吗？啊？还流鼻血吗？我看看。别动，这血流的满哪都是。啊，把你的衣服都弄脏了。怎么鼻子没缠着吗？这不是。来。这样就好了，血就不流了。怎么样，是不是感觉舒服多了啊？有意思吗？有意思。啊，你是木乃伊。我是孕妇，不能欺负孕妇。木乃伊，我大战木乃伊。哈哈哈哈，起来，坐起，让我好好给你装扮一下。哎，别说你这样还挺帅的，简直就是一阿拉伯王子。来，拿着，可以给娘娘请安了。我是孕妇，我是木乃伊。莎莎，分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吗？别苦着脸了。张哥，莎莎姐的经纪人和助理说莎莎不在。慢点。莎莎，哎，我们进去再说吧。不用了，就在这儿说吧。我们一直在找你，你怎么都不接电话呢？我给你留言了呀，你没看到吗？我就是看到了才过来问清楚啊，你为什么吵我们？哦，是不是因为上次粉丝那件事情？哎呀，我都处理好了，你相信我，再也不会发生同样的事情了。哎，我不是不相信你，我是最近想一个人休息一会儿。莎莎，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也不短，我还不了解你。莎莎姐，你不能不要我，我哪不好我可以改，让我留下来吧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都别说了。兰兰，这里面有你两个月的工资，拿着吧。苏拉，你的赔偿金我会打回到你的账户里。关莎莎，没有你这么做人的，你用得着我们的时候就把我们当好姐妹，现在用不着我们了就想一脚把我们踢开。我们两个为了你这个二线女特务还少操心吗？你看两个月的工资补偿金就想把我们给打发了，你想得美。苏拉，你在说什么呀？什么叫做一脚踢开？等我休息好了我还会再找你们的。你蒙谁呢？我在这行干了也不是一两天的事情，我老实跟你说吧，我现在正在带另外一女孩呢，比你强多了，比你听话多了，你这边我早就想撤了。不过你想这么就把我们踢开不可能，什么补偿金我还得追你的违约金呢，要不你等着吃官司吧。哎，苏拉。哦，对了，你不一直靠这个来出名吗？走，兰兰。苏拉，我早说过你这个经纪人不行吧，给你接的都是下三滥的角色，做人也不行，翻脸比翻书还快。没事，一路上的鲜花还会继续盛开。
等你身体好了再来找我吧，我给你介绍更好的。